切在好几乎写情码也已感在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等看白纸写满对你的爱，飞啊飞，飞袂到你的心海，千字情万行爱，句句藏在白纸内，寄对一个家己想飞的所在。日啊日，写袂尽我的心内。一张纸比千金万金较期待，一张纸我写真爱你的色彩，头一回写心爱的你敢知，上尾仔日写你是我的爱，一张纸是我对你的期待，一句爱你，你永远拢知。一张纸比千金万金较期待，一张纸我写真爱你的色彩，头一回写心爱的你。上尾仔日，写你是我的爱，一张纸是我对你的期待，一句爱你，你永远拢在。谢谢。五哥，来，师兄，师傅，新歌了哈。这算是三代专辑进行的歌啊。呸呸，维密演歌我唔捌听过。有这首歌，在《你爱你的理由》里底。是。吴老师请讲评。是是是。哎，江老师还要我讲评？我拿。我等袂讲。江老师的声音根本不是用来。我跟你先声音好啊。这条歌拄好有两个问题，唱了无好。请讲。头一个入来头一句，必须无准。后壁唱到尾啊。输阁唱唔到去，无要紧。本节目就是以诚恳为主，是唔对就唔对。你后边唱歌敢咪好歌者？但是足奇怪，他拄仔咧后台啦吼，后台无唔对，唔是下骹嘛吼。后台时阵，其实我身体还是很不舒服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因为都越不爽快。左半边，左半边，左半边，心中有问题，对，一直在痛。哦，你我会使讲无？应该无紧啊。这是伊最近较无爽快，是因为人伤忝吼，迄叫做皮疹啊，皮疹免疫系统失调啊，这个都带状性疱疹。对对对对。师兄，头前迄两字一定要讲出来，带状性。带状性，别再讲疱疹俩。你别再逗点，带状性，对对对。带状性疱疹。是啊。